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游乐场好介绍，我哋嚟到港铁尖东站上盖中间道儿童游乐场。游乐场交通方便，设施多元化又好玩，玩完可以去附近嘅尖东海旁或者 K 十一商场行下。今日就等我带大家过去睇一睇。首先，我哋坐港铁去到尖东站。跟住我哋就去到 P1 出口坐升降机。入到升降机，我哋按返平台嗰一层。出咗升降机之后，大约行七到十分钟就到达中间道游乐场。今日介绍到此为止，再见。